待会啊。叔叔先问一下哈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李彦伦。李彦什么？李彦伦。伦哦。一个文一个喝三撇吗？对的。然后那个伦呢？伦是。人字旁，伦理的伦。对对对。几岁？15。15岁，几年级？国二。国二哪个国中？普里国中。普里国中哦。哪一组？赛德克组。赛德克里面的德格达亚。对，德格达亚。是德格达亚是吧？妈妈都德格达亚的吗？妈妈不是，妈妈是平地人。妈妈不是原住民。妈妈是闽南客家外省。闽南。然后，那爸爸是德格达亚。爸爸是德格达亚。那爸爸是哪边的德格达亚？这里的。这里是哪里？梅西。梅西哈、梅西村还是梅西部落？梅西部落。梅西部落这边算南丰村的。南丰村对。南丰村的梅西部落哈、那梅西部落那个赛德克话怎么讲？赛德克话，谁掉的巴雷？梅西部落了。哦，梅西部落会不会？白给。那个南丰村怎么讲？南丰村啊，南丰村我就不知道，我不常，我们都不常讲南丰村啊，我们都是讲母语，讲这里部落这样。白给、啊，那你有没有赛德克的名字？有啊，叫什么？八万八度。八万八度。八万。八万。八万八度哈，爸爸叫八度。爸爸叫八度。哦，那我问一点点母语哈、那你会的就讲，不会就说不会就好。好。那个妈妈怎么讲？姑姑。爸爸。大妈。阿公。大妈对大妈。后面先不要解答哈、等一下。这样有点逆光。转过来，你转过来。这样好像比较亮。那个什么？刚刚问什么？妈妈跟爸爸。你转这边好，他们当背景好了。来，那个，男生怎么讲？男生，我有点忘记了男生。忘记就跳过。女生，维瓦。什么？不是。女生什么？是那个，对啊，女的。维瓦。维瓦。维瓦。老人。等下，老人。我也就是不会或忘记都可以。小孩。Lucky， 然后那个眼睛 ，Lolia， 后面先不要念哈。那个鼻子 ，Muhi， 嘴巴 ，Gua， 耳朵 ，Vilas， 牙齿，牙齿，那个 Ruben， 舌头，以后会用到的，快，舌头忘了，好，那个。头发，史努努。头，努努。眉毛，史努努啊。眉毛，因为也是头发，是吗？也是毛了。我去问一下哈，胡子，我脸上那个胡子怎么讲？胡子啊、不会了，是不是叫 Nudus？ 我是那时候没好好听我阿公阿妈讲。好，那手怎么讲？那个叫，看我不要看你。八嘎，脚呢？那个叫，脚我忘记了。肚子，也忘了。屁股，屁股应该会讲吧？有时候骂人就会用到的。对嘛？我想笑嘞。不会，忘记了。帮助。啊？什么？又不是帮助。不要了。不要。你刚念什么？什么帮主？没有，不雅，不雅。我突然想到一句，那个好，问你哦，那个什么动物哈、猪，猪，巴比，狗，狐狸，鸡，老鼠，那个鸭会不会讲？鸭，老鼠，鸭，那个叫老鼠。喵，不是，那个叫什么？先不要，我在问它的程度哈。老鼠，不知道。好，蛇，龟，
那个鸟，天上飞的鸟，统称。统称。是不是叫喷你？我忘了。好，那个山猪。伯牙。不。飞鼠。八达啊，不是八达，是那个叫什么？飞鼠叫。看我，不要看前面。飞鼠，飞鼠我忘了。我刚不是，我刚是问，山羊。哦，山羊八达。三枪。三枪我就不知道。飞鼠叫拉比什么？是吗？飞鼠叫。飞鼠会不会念？解答一下。拉比。好，来，谢谢。那个蛋怎么讲？巴鲁。哎，好，那个蚯蚓。乌鱼。蚯蚓不是蛇，不是也是叫龟啊？我妈都叫龟呢。不是翻译，来解答一下。解答这样。为什么我妈都叫龟？是不是叫鼻隼还是什么？鼻隼。是鼻隼还是鼻隼啊？鼻隼。鼻隼。那个是吸血虫吧？蚯蚓。我来在这边。为什么不要讲？为什么是我？你先看这边，我等一下会问他们那个鱼。你要去碰啊？木有呗，鱼啊，鱼啦，水里面的鱼。哦，看我这边，不要看，但不住鲁，不住鲁，什么？不住鲁，不是？古住鲁，古住鲁。嗯，虾子，虾子就不知道。螃蟹，嘎朗。好，那个下雨怎么讲？木有。太阳，鸡嘎。啊？俺子太阳是鸡嘎吗？不知道哈，明天啊，太阳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样不知道，不知道不知道，那个风怎么讲？风，不知道，那个水怎么讲？溪啊，河呢？底下那个河怎么讲？忘了，海会不会讲？忘了，月亮，忘了，好，那个纹面怎么讲？脸上的纹面，嘎呀。什么？嘎牙，嘎牙，你们乱念，嗯，是吗？对啊，纹面啊，出丑都嘎牙就啦。谁教你的？嗯，你是塞拉拉族的，你是哪一组？塞德克族。纹面再讲一次。对，你是说哪一种纹面？脸的面。脸的纹面。我还是那个有出丑纹面，就是那种不是出丑啊，就是有嘎牙那种。女生那个脸上纹面怎么讲？哦，女生。忘了，不知道。那织布，织布不知道。织布是不是叫德米伦？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跳舞。我讲不太清楚啊，这一段。你就讲讲看，没讲错没关系。不用讲，应该会讲错，不用。跳跳。唱歌。唱歌吗？讲什么？嗯，忘了。忘了哈。那个树怎么讲树？树我知道，有很多树啊，这边到处都是树啊。树怎么讲？忘记了哈。忘了。竹子。忘了。以前都是竹，竹子怎么讲？有一点退步了。好，那个木头。都忘了。石头。哎呀 ，rock， 全部在怎么讲？地上那个泥巴，那个土怎么讲？土泥巴，看你，白痴。土怎么讲？会不会土？不会哈，忘了是吧？忘了，我是退步了，他比较会，他还记得。好来，那个吃饭，没敢，一抖。睡觉，打屁股。洗澡，得力嘛。回家，沙巴，你我他怎么讲？雅古还有艺术，雅古艺术，他呢？他怎么讲？你是你吗？我妈都这样讲啊，她都会这样，就是简称这样。是黑雅还是什么吗？啊，黑雅还是黑雅什么的？他怎么讲？知道了。那谢谢怎么讲？谢谢。哎，安子母语有谢谢吗？阿妈，我阿妈怎么没讲？那再见呢？那个是
以前都是那个谢谢是日文吧？谢谢现在是不是讲那个 Hawaii Subala 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对，我回去问问看哈。再见呢。嗯，忘了。你几岁现在？十。好，那个我十五岁，怎么讲？雅古。50吗？用英文听吗？我十五岁怎么讲？喂，我是怕会讲错了。你就讲讲看，不要怕讲错，你就讲就对了，试试看就对了。怎么讲？后面有人了、哦。你就试着讲一下、哦。讲到没有？我十五岁。不讲。你在从一算到十五岁？没有，我在想，在想不想？好来，那我再问你说，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是男生会不会讲？男生，男生。好，没有，我在问他程度，不要讲。忘了，忘了，忘了哈。你想也知道，不是雅古斯脑吗？嗯，雅古斯脑是。鲁森脑吧，德鲁古那边念森脑，森脑，哦，我们是鲁森脑，鲁森脑，对，鲁森脑。我，然后我住在梅西部落，怎么讲？我住在梅西部落，怎么讲？中间那段不会讲，住不会讲哈。好，那跳过来，那个彩虹怎么讲？这个图上有很多高度哈。三刀，三刀，瓦工有叫讲忘记。是念布金吗？还是什么？不一样丸子，是吗？他画的样子有点跟我们不一样哦。你讲的，来那个打猎，打猎来三个哈，打猎陷阱跟出草，准备不？丸子，对不对？准备不拉比啊？啊？准备不拉比？准备不是什么？是，你翻译一下。狩猎那个，去那个嘛，打动物啊，打动物，动物啊。打猎怎么讲？也是准备不？也是打，就是打打动物没？那陷阱呢？是这样讲啊？撸懒，对嘛？我是发音，我不知道怎么发音的、啊。陷阱怎么讲？我讲错没有关系吧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撸懒。我是也讲不清楚。嗯。那我肚子很饿，肚子很饿怎么讲？嗯，古木有咯，飘雨，高好雨。我不知道忘了，不要走案子。吃饱了怎么讲？问。那个用木材烧火，火怎么讲？干啥？不念，不念。不念。做梦的梦会不会？不会。那有没有我没有问到单字你自己会讲的？你会哎对那个水果，水果啊对地瓜 ，luna， 芋头不知道。那个泰雅族那个叫马告，像胡椒那个一颗一颗的，赛德克话怎么讲？那你还知道什么植物的名称？阿里，那是啊、哦、那个竹笋的，是什么？那个水蜜桃。水蜜桃还有呢？那红色、绿色、黑色、白色会不会讲？黑色怎么讲？啊，这些都忘了。忘了哈，啊，忘了没关系，下次再问你哈。那个什么，那个老人家背的那个竹篓会不会讲？多杆。啊？多杆。多杆。多杆还是多杆？多杆。多杆。多杆哈。那个衣服怎么讲 ？Look。那结婚呢？那是好像日本话的。
那赛德克话跟女生讲，男生跟女生讲说我喜欢你，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。没有吗？要去学啊，以后用得到啊。那我很开心，怎么讲？我很高兴。嗯，我要。嗯，那有没有什么话，就是母语一句一句你会的，想到什么讲什么都可以，你会讲的。也背了呀。什么意思？不要骗人。不要就像这样。哎，怎么讲啊？不要骗人。怎么说？再讲一次。也背了。也背了。也背了。不要骗人。我们那边德鲁古好像叫格布林，还有呢？哦对，那个杀猪流那个血怎么讲？血我忘了。那边叫花莲，那边叫达拉，你这边呢？我忘了。忘了。那肉呢？猪肉、羊肉、牛肉那个肉怎么讲？啊，这个哎，怎么讲到我忘了妈的，不认。哦，那那个菜怎么讲？种在田里面的菜，生的。在桌上的菜怎么讲？腌肉会不会讲腌肉？那个青蛙。蜗牛。那个蝴蝶。那个现在腌腌腌那个蚕会不会讲？还有没有你会讲的？拉西啊，叫什么？杜拉西，杜拉西，杜拉西，姓还是西？西，杜拉西，那是日本话吗？不是，母语、啊、算是、啊。哦，还有没有？那你会不会唱一点点的母语歌？一点点就好，不会，一小段就好。没有，现在神了，一点点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唱还是要唱流行歌也可以，一小段。嗯。什么势在必行啦，或什么都可以。唱一小段就好了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哦。一段啊，不是一句啊。一段。来，预备，你这是自己挑一首，不，看唱开心就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。看镜头唱，看镜头唱。你要是不会唱的。你要就对女朋友唱嘛，对这边唱嘛。看这里，认真，你看这里，对，去。我笑惨了。哎，害羞怎么讲那个赛德克话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怎么讲？不知道，忘了。那不然下次再录你唱歌哈。好。那问你一下，那个以后会不会念高中？会啊，会。会不会念大学？嗯，有可能。会不会想念？先不管家里有没有钱，你会不会想念大学？会。那想念什么科系？机械科。机械科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军人、警察还是老板还是什么？有没有想做什么工作？啊，都可以啊。没有啊，你要以后要当军人就要考试，现在就要准备考试了。嗯，对啊。所以我问你想以后想做什么？我当做那些机械，做那些什么，研究那些车子里面的东西。你要当工程师吗？还是要当学徒？学徒。学徒啊？会念大学吗？应该会。你英文好不好？嗯，算不好。那我问你哈，我15岁怎么讲 ？I am pipiting and pipiting。我错不错，我是男生怎么讲 ？I am boy。我喜欢唱歌。I like music 音乐。唱歌。唱歌。嗯。唱歌我就不会。那个，你的国语好不好？好啊，很好。嗯。来，我问一个成语哈，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？来，沉鱼落雁什么意思？沉鱼落雁。对，形容什么？好像是落成的。
前一路宴，我没听过。有啊，我没有上课，我有点忘了。没有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讲一次。你那是落成。落成啊，你是指那个房子盖好落成的、啊？好。对啊、哦。你叫我回去查一下。好，再问一个、哦，那个什么，破釜沉舟什么意思、欸？这个我知道。这听过吧？嗯。破釜沉舟。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然后就。突破一些什么呢？嗯，烂掉斧头一个那个什么？啊，你再解释一次来，对吗？再解释一次啊，很标准，再来一次来，很标准啊。嗯，再一次啊，破釜沉舟解释一下，快点，解释快点，大胆解释一下。刚刚那个对吗？对对对，你确定？对，我随便讲的。解释一下，快点啊，标准答案。很音乐先关掉，太大声了。不好意思，上课。忘了。破釜沉舟来解答。破釜沉舟就是。就刚刚那个答案，快点。啊、那标准的。比较烂的斧头可以。可以打破一个船。哇！对呀，对呀。你很有创意哦，你。来来。既然用手可以把船打烂，很累的这样。来，我再问两个。来那个什么？用最烂的一颗木头的。那个南辕北辙，有听过吧？有，这在。战国时期打仗用的，解释它的意思。就是什么？再讲一次。南辕北辙。南辕北辙。那不是那个吗？好像是我，好像不是。也是。这个地方没办法，然后就撤到北边。好，就南辕北辙。这个地方没有办法，然后就撤到北边哈。好，那个再一个是。釜底抽薪，釜底抽薪，这个我上过。釜底抽薪什么意思？就是抽一个薪的，从海里面抽出薪水。啊？再讲一次，大声一点。没有录到，再一次。开个小玩笑，从海里面拿钱拿薪水，釜底抽薪。好，釜底抽薪啊、哦！不是很有创意哈。那个，数学好不好？数学不好。你们现在有上什么理化还是什么吗？有啊。哦，对，好，来问你。自然。原住民现在有几族？14族。哪14族？旁边不要讲哦。充电不足，顺便就有名字。什么充电不足，顺便不足？赛德克族，然后阿美族，还有昭族，还有。什么昭族？哪一个叫少族啊？是什么？少族对。然后再来呢？泰雅族。还有那个。那个。台北湾湾。布农族。全上海。还有那个。几族啊？还有那个希腊雅族。希腊雅不算。希腊雅已经不算了。他还没有证。他是平埔族，他算了，只是还没有证明。还有，我记得还有那个王姬那个叫什么？穿丁字裤那个，飞机那个。达悟。对，达悟。达悟族又叫什么？本来的名字叫什么？本来名字叫布农。是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乱讲。来，继续还有什么？卑南，是这样。卑南族，还有呢？平埔，格马兰，平埔，格马兰族，格马兰对。平埔还没有证明，他们也是啦，只是还没有证明。现在是说那个，十四族，官方的十四族是哪十四族？他知道。好，等一下我再录他。问完，讲完了哈。欢迎嘉正。好，那个什么。赛德克里面有哪三群？然后不要讲。德鲁古、德克拉雅，还有最长的那一群，
啊？都打。都打。都打。那个。那德格达雅分布在哪里？主要的地方？南投县仁爱乡这个地方。哪一村？南丰村，还有春阳村，还有。还有主要有一个在国姓乡那边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岛，川中岛。川中岛叫什么部落？那个跟很浊相反的。我知道那个跟浊水相反的意思。川中，我你看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叫那个叫什么？我之前有去那个川中岛，它叫什么流？哎，对，清流。清流，对，清流。那边是最多德格达雅的人。最多。哎，你是德格达雅的吗？德格达雅又有另外一个讲法叫什么？加德克。不是，另外一个。花莲那边有另外一个讲法叫什么？这我不清楚。好像叫 Glebo 是吧 ？Glebo 啊，你回去问问看哈。那你以后会念大学哈、哦？对不对？那加油哈、国语要多看一点哦。好，要多背一些成语哈、来，再问最后一个，覆巢之下无完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鸟吃出来蛋却不见，被蛇吃掉了。认真一点呐、快点。这覆巢之下无完卵什么意思？这个很像还没交到。还没交到哈、那有没有什么成语你会，然后你讲出来，这样顺便解释的成语？成语，对。想一个不简单嘛。那个，讲简单的可以吗？对呀，简单。再介绍一下你的国语名字，李彦伦。李彦伦，然后一个文，然后一个喝三撇哈。对。没有言字旁吗？哈。没有，彦是那个上面是约，然后下面是安顿。啊？李彦伦。什么约？它上面是约，然后下面是安，那个彦。啊。那个宴客的宴哦、一个日是不是？那在一个安全的安字、你怎么两个名字了？你到底哪一个字？一个日，一个安字。对。伦是伦理道德的伦字，周杰伦的伦。李彦伦哈、哪一组？赛德克。赛德克里面三群哪一群？德格达雅。德格达雅哈。那赛德克的名字叫什么？八万八度。八万八度，几岁？十五。目前就读哪个国中？普里国中。几年级？二年级。好，谢谢。那个赛德克话，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阿里嘎多，谢谢。好，下次要去问一下你的巴伊哈。好。好，招招手说再见。好，下次再录你新的母语哦。那加油哈，要唱母语歌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。来，你来一点，来一点点 B-box。切皮用。你看镜头。好，一段。长一点啊。预备，气氛。我在后面一个吧。会不会 rap？ 不会 rap， 不会。rap 就靠你了，这样。他是那个三十公分子，这是邻居吗？三十公分，不会。三阳业务代步，会不会？啊，会不会一点？不会。那个拍那个人台子躲你的相机，会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啊，台子躲的。啊，这里。后面那。